我叫吴以涵。周香贵。施妙柔。陶尚刚。周景逸。王惠子。42岁。今年29岁。35。小五升小六。公务人员。总经理。高中生。保全。金融保险。这好难想哦。我想当个背包客，潜到海里面去，搞个革命吧。我想要去钓鱼。机长或者是空姐。就是我以后想要开一家咖啡店跟婚纱店。我想当作家。我很想做一个我很喜欢的专辑。去那种就是跟自己生活地方差异很大的地方去探险。我想要赚很多钱，很多钱来。可能带我妈出国。买个游艇啊。能够帮助别人。当歌舞剧演员。结个婚啊。你跟你心爱的另外一半希望都能够把钱存够了，两个可以买一个房子。知道。学钢琴。玩乐团嘛，自己写歌的那种团。我想不起来，那有一些什么事的。飞起来，飞起来。要去学国画。减肥吧。戒烟吧。我没有那勇气，我已经过了非常现实的生活很久了。家庭可能没有什么经济能力，就是存更多的钱，不要乱花钱。以前不知道要怎么做吧。其实最主要是自己懒惰啊。我想做的事情，我大部分都会去做，然后我不会让自己有遗憾。梦想是拿来做的，不是拿来想的。